香蕉和胡萝卜，马儿会怎么选？西班牙马果断地选择了香蕉，开心地立马站起来了。夏尔马犹豫了一下，也选择了香蕉。安达卢西亚马，这啥玩意儿还挺香哟，味道不错。小 pony 都看呆了，挑了个没吃过的香蕉。黑男子，温血马咬了一口香蕉，又咬了口胡萝卜，两个我都要。夸特马立马选择了香蕉，胡萝卜我都吃腻了。汗血宝马又是这个眼神，这个长得像驴的马也选择了香蕉。你说谁呢？布琼尼想了半天，还是选择了香蕉。这玩意儿口感丝滑。温血马，这个我认的是胡萝卜，还是那么美味。花马，他也选了香蕉。于是我又换了个位置，还是选了香蕉。给尼寇也选择一下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胡萝卜。好吃。没想到大多数马儿都选择了香蕉。以后我们的口粮都改成香蕉吧。这匹马看起来心情不太好，吃完立马开心起来了。斯瓦泽马，快快给我来一口。